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らパラ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らパラ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パ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愤怒是可以预测的吗？野口同学，你怎么了？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不会说的。糟了糟了，出大事了，爷爷，也许会发生地震呢。地震！必须快点逃跑才行。首先要切断电源。好嘞，明白。喂，小丸子，你在干什么？现在可不是躲在被炉里的时候，马上就要地震了。你怎么会知道会发生地震的？野口同学说的，他说乌鸦叫得特别厉害，然后一起往什么地方飞，这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你真是笨蛋，乌鸦怎么可能会知道会不会发生地震呢？是不是乌鸦一起飞回山上的窝了呢？以前传言说，在地震发生以前，鲶鱼会很不安宁。那只是偶然。不，因为在自然界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敌人袭击，所以乌鸦还有鲶鱼为了保住性命肯定都具备了预知危险的能力。太蠢了，乌鸦都会笑着叫你傻瓜傻瓜傻瓜。你说什么啊？你小看我。傻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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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才是，到时候要是被乌鸦嘲笑我可不管。怎么办呢？要是地震真的发生了。丸子，不要在这里磨磨蹭蹭的，快点去做作业。哼，真讨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挨骂了？难道说姐姐你预测到了妈妈会骂人，但是你却丢下我自己一个人逃跑了？你真是个乌鸦姐姐。怎么可能呢？你再不快点做作业又要挨骂了。正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会发脾气，所以才可怕呀。第二天，投手第一球扔出完毕。喂，对不起对不起，你们不认真打扫的话又要被倩倩同学骂了呢。暂时还没事。暂时？你们一定要保密呀。一定一定要保密。倩倩在生气之前她的鼻孔会放大的。真的？好好看着。投手第一球。完了，扔出完毕。左太郎，你在玩什么？给我认真打扫。对不起啊，原谅我呗。看到了吧？干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100%不会出错哟。哇，好厉害啊，冰冰。嘿嘿，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偷懒了。这可是我不断研究出来的成果呀。这种热情放到学习上就好了。冰淇，你太狡猾了呗，只有我一个人被骂呗。对不起对不起，被骂的太不值了呗。对了，我回来了。点心，我要吃点心。我不是总对你说要先洗手漱口才能吃吗？这么快就发脾气了？天气阴天，生气的时间是下午3:20。生气的原因是我没有洗手漱口就准备吃东西。今天的点心是鲜贝，
注意到的是点心准备的马马虎虎，大概是因为今天太忙了。妈妈肯定也像前天同学生气之前会鼻孔放大那样有什么征兆。我一定要学会如何预测妈妈什么时候生气才行啊。真是笨蛋。与其浪费时间去做什么预测，不如一开始就做到不要惹她生气不就好了吗？你真是不明白。正因为没有办法让地震不发生，所以大家才去研究怎么预测地震。妈妈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让她不生气的。唉，别在那儿发愣了，姐姐你也来帮忙呀。帮什么忙？你去惹妈妈生气。不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这种事情啊？哼。哦，切，姐姐是小气鬼。啊？哦。哎，妈妈，再拿一瓶酒给我。啊，爸爸，你喝的太多了。怎么这么啰嗦呀？生气时间是7:15，原因喝酒太多。注意到的是，妈妈的脚步声很大。你在干什么？啊？妈妈的脚步声很大，这是什么东西啊？对妈妈要保密哦。嗯，哦，这个不错，我会帮你保密的。等到你预测成功之后告诉我。丸子，爸爸一定会帮你忙的哟。切，真是没办法。几天以后。才一个星期就被骂了这么多次吗？那是因为我把妈妈骂爸爸的也一起写进去了。预兆。预兆，我和爸爸故意惹妈妈生气。一想到为了研究，反而有点期待被骂了。居然为了预测而特意去挨骂，小丸子的人生可真够辛苦的。那现在预测成功了吗？唉，到现在为止还缺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呀。啊，好像也不是脚步声的样子。丸子，和爷爷一起玩吧。爷爷，你安静点，我正在做研究呢。研究？居然在做研究，真了不起！仅仅9岁的丸子正在做研究，而已经76岁的我却说什么一起玩，我真是太羞愧了。给你，丸子。嗯，丸子真了不起，这是奖励。真的吗？谢谢爷爷。嗯。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赚到了。要不要去零食店呢？那是爷爷。妈妈，怎么了？你刚才是不是又给小丸子零花钱了？请你不要太溺爱他了。就是这个。生气时间3:05，生气原因是爷爷给了我零花钱。注意到的事是妈妈在生气之前会按太阳穴，眉毛会一跳一跳的。大发现，真是多亏了爷爷被骂，我才发现这个呀。小丸子真是的，又没收拾。哎，糟了！小丸子，房间收拾好。明明刚才还乱七八糟的。作业。怎么了，妈妈？没什么。怎么会呀、太好了，这下完美了！爸爸，爸爸，我终于预测成功了。是吗？干得不错。哎呀，这下终于可以安心的度过一天了。第二天。这是什么？这个是研究的资料。研究？好险呐。
妈妈，再给我来一瓶。来了。啊！小蚊子，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很危险的信号啊？啊！笨蛋！危险的信号是什么？危险的信号是指什么？结果小丸子因为做了预测愤怒的研究，被妈妈狠狠地大骂了一顿。丸子！这这这这这这！老天保佑！流泪的填字游戏。哎，国王陛下里的阿修是姓什么来着？啊？是姓工地，工地修。哦 ，Thank you， 工地呀、啊。说到木生二，他，不对呀、啊。哎，说到木生二的话，会想起什么来？这还用得着问吗？说到木生二的话，不就是变得讨厌了吗？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是四个字的，四个字的，哎，四个字的，四个字的，哎，什么嘛？是乌克丽丽呀，是不是？喂，你在干什么？没做什么呀，只是在玩填字游戏。不是，那本杂志不是我的吗？是啊，那又怎么样呢？你还说是啊？真是的，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你现在不是在看漫画书吗？我看完漫画再玩填字游戏嘛。哎，那你现在拿走不就行了吗？刚刚陌生二那道题就是最后那道了啊！把答案都写上去了。虽然是面对小学生的题目，不过也挺难的。哎呦，肩膀都酸死了！爸爸，你这个笨蛋！哎呦，你干什么你？爸爸真是太讨厌了。你觉得写满答案的填字游戏还会让人有玩的心情吗？嗯，确实有点过分了。嗯。用橡皮擦擦掉怎么样啊？不行，就算擦掉，还是会有一点痕迹留下来的。不管怎样都能看得到。填字游戏呀、啊？也是啊，那真是太郁闷了，只能放弃了，小丸子哦。真是的，爸爸那个混蛋特意留着迟一点再玩的。嗯，爸爸有时也会做一些妨碍我们的事情的。没有错，剥夺小孩子的乐趣真是太不可原谅了。冷静点，冷静点，不可原谅。好、啊，你给我负起一点责任来。年末很忙，所以没有办法。大家都很忙。就算是这样，今天我和冬天同学、还有藤木同学，还有你，都是要一起负责出强暴的。所以我不是说了，我正在考虑吗？那你已经决定要写什么了吗？那个，哼。是秘密，说什么秘密？其实根本就什么都还没有想吧。就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既然这么不相信我的话，那我就说了，是填字游戏。你说填字游戏？填字游戏？这个很好啊，很适合强暴啊，真不愧是永泽同学。是啊。哼，这个提议还不错。不过你不要告诉我，这还只是一个计划。啊、哦，那明显是迫不得已随便说说的。嗯，这下糟糕了。那么说，填字游戏就这么容易能做出来吗？不知道。哎，居然说不知道！哼，我为我太迟才考虑强暴的内容向你道歉，这样可以了吧？哼，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做什么呀？警察？是什么情况？反正已经有好提议了，大家一起再互相努力一下就好了。藤木同学，那么藤木同学，你的意思是你要代替永泽同学做吗？那个，我自己的部分已经忙不过来了。那就闭嘴。藤木同学，对不起，永泽同学，我没办法帮你了。哼。你还真是只会说说而已，要是真的把我当朋友的话，不是应该在我困难的时候站出来帮我吗？永泽同学，对不起。后天就是截止日了，大家都听好了，
一定要做出来，明白吗？你不好好做会给我们添麻烦的。认真点做也没必要这么生气吧。你有没有在听啊？永泽好可怜呢。嗯，嘿，我会做的，我一定会做好的，别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干嘛？美环同学，我们去那边吧。哼，记得好好做啊。啊，哼，今年尽是些讨厌的事，家里着火了，在大家面前被骂，还被朋友背叛。永泽同学，我已经厌倦了这么辛苦的日子了，我能迎来新年了吗？充满着尴尬的气氛。啊，山田已经受不了这个气氛了。我也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呢。永泽同学，刚才对不起。哼，要是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怎么这样？你只要努力做好你的部分就行了，不用再替我操心了。但是，再见。真是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让人生气。俊男，有客人来了。永泽，我们来帮你的忙啦。帮忙？嗯，你想要做填字游戏对吧？哼，多管闲事。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坦率呀。永泽同学，我很想管闲事，因为你是我的。你想说我是你的什么？很重要的朋友。是真的，所以让我来帮你吧。友情嘛，做作的想让人哭了。真是的，害羞了呀。对了，难得永泽来做填字游戏，就做出符合永泽的风格。好呀。符合我的风格？哼，也许不错。洋葱和洋娃娃，洋娃娃嘴唇，那是什么？有更简单的方法，你们看。什么呀？你不会是想说全都抄这里的吧？藤木同学，我对你真的很失望。你回去吧。要是一开始就用这种方法的话，你根本没有必要出现在这里。怎么会？就是啊，藤木，这样很不好。是因为自己做的才是好的呀。啊，刚才的眼泪真的是白流了，已经没时间了呀。你们大家都回去吧。我们也回去吗？虽然仅仅只有一瞬间，我还是感受到了友情，谢谢。我会自己做的。不需要别人帮忙，你们也早点回去完成自己的部分，怎么样？我又让永泽同学生气了。还好啦，不过永泽也没有必要用那种口气说话。就是呀，打起精神来吧，藤木，你的友情已经传达到了。如果只是传达友情的话就好了。再见，拜拜。哎呀，大家已经回去了吗？我还准备了点心呢。你是不是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没有，和以前一样，大家只是来玩玩而已。是吗？那样就好。特意来我们家玩，你要谢谢人家。因为朋友是一生的幸福啊，你要好好珍惜。是。好嘞，既然要做，就尽情地做出我的风格吧，一定要让大家大吃一惊，这样才能挽回名誉。写出竖排和横排的解题关键，只要使它和答案符合并有联系就行了，这不是很简单吗？抓到羊的话，有没有什么以洋葱为代表的菜呢？洋葱炒菜。接下来把洋葱切碎的切法叫做什么切法呢？是切。
在屋顶上有闪光的洋葱状的建筑是什么？是武道馆。把这个作为横排的解题关键。接着，洋葱的英语怎么说 ？Onion。这里得另外想一个词儿啊。煎鱼干。那问题就是，加上切碎的洋葱，很好吃的是什么？稍微超出一点也没关系吧。接下来还是使用洋葱的菜，是牛肉饼。几天以后，各位同学，你们期待已久的强暴已经完成了。对于这次的强暴，我们可是很有信心的。我看，完全不统一呀、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报道了。科目的这篇肯定又是从哪里的报纸里全抄下来的。永泽的也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天字游戏是这样的形状吗？真奇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格子到处都抄出来了呢，而且黑色的格子也很多。看来永泽做得相当辛苦啊。这有什么关系嘛？这可是你自己认真做的证据。是啊，你已经很努力了呢。真奇怪。小丸子心想，四处冒尖的填字游戏虽然很奇怪，但是那些冒尖的地方的确像永泽呀。一旦临近圣诞节，就会让人觉得又紧张又兴奋，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开派对最棒了。今年圣诞老人会送什么礼物给我呢？下一集樱桃小丸子，很想与你相见，好好期待哟。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啊呀呀，卡达布拉丘林库。